桌子上每一样食材你都认识，但是你就真的想不到这个组合。我很想知道这个鸡丁会不会受到这个臭味的影响。掌中宝炒这个妙脆角，它这个居然是川派做法的徽菜臭鳜鱼。吃了吗您？大家好，我是继续在南京觅食的老白啊，一个南京的特别年轻的朋友，推荐一家说尝尝我们的川菜吧，保证好些菜都是你没吃过的，我倒要看看它哪儿不同。到了啊，走，咱今天捞着去。不是说年轻人喜欢的吗？怎么这么多大姐啊？走南闯北，可能也吃过几家饭馆了，我到底看看有什么菜，咱们。到现在一无所知的凉拌鲫鱼，而且看起来是生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爱吃鱼，大家都知道是吧？下一片，下一片，五花肉烧鳝段，那得多腻啊！臭鳜鱼烧臭肉，是吧？虽然我不爱吃鱼，但是好久没有鲈鱼了，对吧？我们点条鱼吧。我不爱吃鱼，大家都知道是吧？来个这个，臭鳜鱼啊？对，啊，宫保酸味，剁椒全鸭，然后来一个妙脆角，掌中宝。所以这四个菜呢，我还有点小期待。感谢这位推荐我们来这儿的朋友。而且从上座率来看的话，它家味道应该还行吧。今天我们是冲着这个猎奇点的，说实在的啊，桌子上每一样食材你都认识，但是你就真的想不到这个组合。而这家饭馆到饭点，现在正好饭点12点左右啊，生意大家可以看到啊，最好特别好是吧？而且在这儿呢有一个神奇的现象，就像大家上学都抄作业一样，考试抄作业一样，就邻桌会互相看，看看你点了什么的，哎，我加一个那个，哎，这是什么呀？啊，就这种事情发生好几起了。现在有谁能不往下看，认识这四道菜？食此四菜者，请你吃饭。先来这道宫保酸味儿，这个呢，下面这是，我以为杏鲍菇，我尝了一个是臭豆腐，切的小块炸的，外皮很硬啊，很酥。这臭豆腐甜味儿，就是宫保鸡丁那个汁儿的甜味儿，还有里边的淡淡的臭味儿，还挺。我很想知道这个鸡丁会不会受到这个臭味的影响。肉很嫩，也没什么臭味，甚至还保持了一奶奶这个宫保鸡丁的那个该有的味道，就是那种辣椒糊糊的，然后酸甜口，尝尝花生米脆不脆？这仨啊，花生米好脆，这么来一大勺，一起吃下去应该层次比较分明，值得一试，真不赖这味儿，整体还是宫保鸡丁的味儿啊。然后臭豆腐吸足的汤汁隐藏在这个菜里边，哇，这菜创意太棒了，给厨师点个赞。你们看了白好久这个节目，600多期节目，可能录的鱼不超过10期，因为我本人不怎么爱吃鱼，但有几种鱼除外，最爱吃的啊，见到以后必须消灭掉的就是臭鳜鱼。臭鳜鱼呢，大家知道分两派对吧？湖南派和安徽派，起源是在安徽的鲁菜，到了湖南那边呢，给它加了好多这个改变，弄了好多剁椒，然后很香辣，然后炖。要不先尝个臭豆腐？这个不叫臭豆腐哦，这是普通的豆腐。哇，吸了好浓的这个汁儿啊！我尝一口它的臭豆腐。哇，这也很烦的。我已经分不太清楚到底是臭鳜鱼的臭影响臭豆腐，还臭豆腐又给臭鳜鱼加了几分臭。它这个居然是川派做法的徽菜臭鳜鱼，甚至有那种很强的那种锅气。来啊，点点肉，蒜瓣。吃之前先垫一句啊，先垫一句，就是如果真正的臭鳜鱼是发酵出来的红绿色那种，所以它那个臭味里边有发酵的味道。我倒是见过那种偷工减料的，因为没时间腌臭鳜鱼或者不会腌之类的，直接搁臭豆腐把它变臭，但是那个臭呢吃了都很愣，不知道这个是属于哪一种，咱们尝一下啊。哦，人家是腌过的，发酵味好多就是臭鳜鱼独有的那种臭味是对的。哎呦，这么大都过瘾，对对，有一点点咸，有点点辣，调味调得真好，不错。臭鳜鱼本身的味道没有被汁儿影响，这汁儿里边呢，基本都是臭豆腐的味道、红烧的味道、辣椒的味道，散了一点点臭鳜鱼的味儿。这来碗米饭，是吧？神仙也挡不住。剁椒全腰啊，它真的还有整个的腰子，你看就直接切片了。一奶奶，一星星。
一丢丢一抠抠，腥味都没有，出水真好，而且口感一级棒，跟弹牙那种，很过瘾，嚼着泡椒来去腥，哎，这个方法不错，真的，这个炒法估计什么肉都会很好吃吧，加点辣椒一些，这豆椒味都耗差不多了，100%下饭菜，我喜欢这个菜，我喜欢，到目前为止三个菜啊，没有坑，味道都挺棒。哇，一股妙脆角的味儿。掌中宝炒这个妙脆角，它裹了糊炸的应该是。还有嚼劲，糊裹的略厚，原味比较浓。我很好奇这个妙脆角什么味儿的，它为什么搁这个东西？为了口感吗？还是就是为了创意？哦，可能新开袋的。然后呢，汁儿浸过一点，稍微有一点点皮。来，我俩一起吃试试。两种脆，一个是软脆软脆的，一个是分脆分脆的，也不错。但是叫韭菜，叫韭菜，很难想象在南京找一家川菜馆子，在这吃的呢，也都不是什么传统菜。但是这四个菜，就论味道来讲，作为一个小饭馆的招牌菜，足够，因为味道真的都在线，都很不错。我决定要一碗米饭，解解馋。这顿其实大不同，两个人吃完了啊，一共花了249。想调节一下，换换口味，这家推荐给您。如果开在我家楼下的话，我经常去吃的。这把那个菜让我看着很有新意，然后吃起来味道确实也不差。啊，这顿我吃的比较满意啊。世界很复杂，但至少在南京吃四川菜的时候，我们不会说谎啊。走。